Hello， 大家好，小庄来赶海了。今天特别凉快，风有点大啊。走，我们下去看看。嘿，戴块手套，省得手再被划破。哎呦，这海葵好漂亮啊！石头下搬搬看啊。上次在这里抓了好多螃蟹。哎嘿。下面一只螃蟹，哎，哦，小梭子蟹，哎，夹我了，夹我了，嘿，我去把你放桶里，带着。我看这边一只好大的头啊，豹头，一只八爪鱼，我的塞，哇塞，看那大腿，直接伸出来，这只不小呀，吸附力太强了，出来出来出来，哎呦，哎呦，哇，这是个大脸。哇塞，大脸盘子啊，哦，这个脸型我也很喜欢。哦呦哦呦哦呦，哇，这只不错，个头太大了。禁止不要打架啊，哦，听话啊，哦，叫肯定会打架的。这两种海鲜是最会打架的。进去啊，进去啊，好好相处。没有啊，这个石头搬不起来，这一块大，看看啊！哦呦，我的天呀，好重！下面能有货吗？搬起来看看，哎呀，梭子蟹，梭子蟹，紫色的，来来来来来。这是有点大，哦，哎，你想漂移吗？快快快快快，这钳子不大行了，出来出来，哇，哦，这只个头可以啊，哦，特别肥，带着，哈哈哈哈，哎，哦，前面一只海星在前面，哎呀，这只海星它很漂亮又大。肥，带着。今天这个潮水退的很大，比较干哎。哦，前面有一只海星，这只好大呀！看，这只卧沙里面去了。哦呦，你看吸着这些小石块。哦，这只大，带着啊。有个水坑哎，看这水坑里面能有些什么呢？什么声音啊？啪啪的。没有。哇，这里条鱼啊，石斑鱼。快拿住它！啊！哇塞！哎！哇！哇！哎呀！哎，击中他了！我的妈呀！哇！哎，哇！看看看，哇，这条鱼好大！啊，生气了这条鱼，哇，可能在这里缺氧哦。哇，这条好大，得二斤多，发财了！哇，快放桶里！哇塞！桶有点小了，一条鱼就给我爆桶了，我的妈呀！看这个筛，生气了，全部都支起来了。好，带着带着，哇，发达了！咱们再简单找一找，就回去吧。这个大鱼很快缺氧死了，就不值钱了。哎，下面有小石头蟹，太小了。你看这些，找一下。这一块大，嘿，嗯，哦，梭子蟹在这下面，哦，看，趁其不备，哇，哦，啊，夹我，哎，哦，啊，这些东西它可凶可凶了，啊，又一只螃蟹，好。
今天我们的视频就到这里吧。哇，收了一条大鱼，到时候让大家看一下，还有螃蟹、八爪鱼、海星，今天的收获够可以啊、哦！哎，你这个大长腿要上哪？进我桶里来吧。还有两只螃蟹，这两只很大。海星，这里还有一只螃蟹，看这收获，估计得值点钱呀。大鱼死了？没有，还活着，它就有点缺氧。这个大鱼得赶紧冲氧，这东西一般上岸半个小时就差不多了。不大有精神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张，今天收获了一些海鲜啊，中午回家做着吃。这个大石斑鱼还活的，看一下，哎呀，还活。这个就让我公公打理就行了，我这个做鱼不大行，我这个打理鱼不大行。哎呦我的妈！哎呦我行，还活嘞。嗨，别晕！这是刚刚洗好的海螺，挤一下，还有猫眼螺，放上壁柳，正好就着这个水把海星蒸出来，海星也特别多。底朝上啊，还有几只螃蟹也放上一蒸，盖上锅盖，5分钟啊，满满的一大锅。哇，海星熟了，可以出锅了，把它夹出来。好了，海星一大盘上桌，咱们现在把这个石斑鱼腌制一下啊，倒一些料酒去腥，上面得弄一点盐啊，一会儿我打算清蒸着吃。这条鱼真肥，给它按按摩，充分入味。咱们在鱼身上弄点豆瓣酱，这豆瓣酱弄进去可香可鲜。它嘴还在动，天哪，肚子里面弄上啊，再给它上面放点葱跟姜去腥啊，肚子里面也塞入一把。咱们给它放到锅上蒸一下，这条鱼比较大，15分钟就可以了。然后我再做一个八爪鱼凉拌香椿，把它先打理一下，洗干净啊，把它脑袋里的墨囊去掉，剪开，这个里面有大米。哦哟，哦，好大的一个，这个里面这是它的墨囊，攻击人的时候会吐墨，都拽去吧，就留大米就可以了。还有黄，对，凉拌着吃不需要这些东西。好，再洗一下，放到水里煮一下，盖上锅盖，八爪鱼可以了，把它捞出来。哎，这个大米开花了，好漂亮啊！看，八爪鱼大米就是这样的，还有它的肝。八爪鱼过一下凉水，过一下凉水，它的口感会更脆，很好吃的。切成小段，拌着吃。切好后，把它放到这个香椿上，这香椿已经拌好了。香椿是吧？椿。香椿，香椿拌八爪鱼，上面再淋入一点酱油，一点点醋，放入这个葱和切好的小米辣，一会儿拌着吃就可以了。咱们现在炒一下海螺肉，已经切好了。起锅烧油，蒸爆香后放入海螺肉，料酒少许，酱油少许，再来一点点醋，翻炒一下。放入切好的辣椒，再来一点点盐就可以了。好了，这就可以出锅了。哇，这个鱼蒸好了，上面放点葱丝和姜丝，咱们再淋上热油。尝尝大米怎么样？一个大口米，味道怎么样？怎么办？嗯，这双唇啊，这手也属于汤，味儿没那么大。那我愿意吃这个味儿，挺好。有的人吃不惯，吃不了。尝尝怎么样？淡了咸了。哎呀，这个肉很好，这个肉很丰嫩。蒜瓣肉。嗯。
啊，要不弄烘黑谁吃啊？嗯。香椿拌上。哎，看呀，这香椿真好吃。这海螺肉拌米饭。嗯，也不错。这汤真鲜。哎呀，这是猫眼螺跟那个大海螺。哎呀，就放在里面一拌，真鲜呀，人家美味，真的。海鲜肉拌香椿，太鲜了。这个香椿跟海鲜真对味。怎么样？